个特殊的形式，其实有政策呢，它是也是有阶段性。那现在我们的孩子去了美国，是我们上海。My friends, that is why I married. What is in the need of Israel is in the capability of China, and what is the need. This is Helmut Stern. This is a German Jew.那么他呢，童年时代来到哈尔滨，也是因为这个家，他这个家，那么受到这个在整个那么受到这个德国法西斯那么迫害歧视的背景之下来到哈尔滨，童年就背井离乡，那么到哈尔滨读的这个音乐学校，作为成为呢这个德意志室内音乐。第一小提琴手，对哈尔滨有深厚的感情。然后呢，大概改革开放以后呢，他是第一批外国人，那么无偿的到哈尔滨进行音乐演出，不收费用，他是水平很高的。然后带一个乐团，后来又赠送了几架钢琴留给哈尔滨。那么犹太人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那么职务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个犹太人，就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那么爱泼斯坦，他是1917年来到哈尔滨，1920年离开哈尔滨。到哈尔滨的时候才3、4岁，大概是。6、7岁就离开了哈尔滨，但是他对哈尔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所以说他在中国那么担任这个新闻记者，而且一直站在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这个一直站在正义的一方进行面对世界的全方位的报道。后来又参加宋庆龄的中国建设那个杂志的编辑。那么应该说呢，就是在中国，他工作了，大概他从30年代开始工作，一直到工作了6、70年，就退休以后还继续工作。这个人就是非常有故事。他呢，第一，他是逃避纳粹的迫害出来的，他的父母。那么及时的1917年，大概1920年前后，他的父母的父母那么就被迫害了，他及时的离开了哈尔滨。第二个就是他呢选择了共产党，就是在那个年代他没有被国民党拉拢过去，一直在那么这个倾向于共产党的八路军的这个领域进行面对世界的报道。第三个感人的地方呢，就是他收养了2个中国儿童，那么作为自己的儿女来一直抚养到参加工作。那么最后呢，他还被聘请为我们省社科院的研究员，他给提供了这他的衣服，他的一些食物。这个作为展览，而且为我们那个画册还做了一个序，文笔非常好。就是他是大概见到过我们国家领导人被接见最多的一个外国人，从毛泽东、邓小平到这个胡锦涛，这个江泽民都见过，温家宝，你看这所有的照片都有。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很传奇的一个犹太人，是一个饱受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迫害这个家族出来的一个很有思想的很正义的一个犹太人。